人群围绕大甲镇人工历经九天八夜绕境，大甲妈终于回家了。非常的感动，花雄信大家拢了解，妈祖的信仰在咱大甲地区，不单是一个信仰。 妈是社会福利，甲社会教育中心。前总统马英九与镇南宫董事长严清标虔诚上香，主持安坐大典。镇南宫里挤满信徒，一同庆贺大甲妈回家。不过，其实妈祖行程已经大大 delay 1小时，因为光从庙门要进到里头，都得挤得满头汗。 人交一抵达，就被热情的信徒涌上镇南宫，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。光从门口到庙里，不到50公尺的距离，也得走上十几分钟。大甲妈回銮，不顾隔天还要上班上课，越晚人越多，信徒全挤在銮轿前，希望能触碰到銮轿，因为据说这样就能获得妈祖庇佑。 大甲妈软轿跑遍中彰云嘉四县市，吸引将近200万信徒朝圣，就连前总统马英九都来主持安坐大典。大甲妈回家坐回最熟悉的位置，也替九天八夜的绕境画下完美句点。谢陈广瑞台中报道。